原厂出厂是600升，实际上没有，590升。你看我在他这加油，能加出620升来。来，哥们儿，哥们儿，来，你重新说，来，怎么回事？我就用你那个加油机，我插了一下子卡，查了一下余额，你说不可以。经常在你家加油，你说不可以。你差我30升，差我30升油，你不吱声，对不对？我590升油箱，590升油箱，在你这加出620升来，对不对，哥们儿？对不对？洮南啊，洮南到白城子，洮南到白城子，这个刚才这个是他们站里的领导。洮南到白城子就是一出洮南路北这个加油站啊，中国石油没到老收费站的这个中国石油，我590升的油箱，他给我加出620升油来，找他们领导，领导也不管啊。这个就是我的车，德龙X3500的啊，就这个大油箱，原厂出厂是600升，实际上没有，590升，我加一年了。你看我在他这加油，能加出620升来。我操他妈！就这个中国石油，哎呦！就是出了洮南往白城的方向啊，洮白一级路没到老社会站的这个中国石油。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，不受财团政党影响，真实感言。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、两岸议题，或者想要寓教于乐、丰富人生，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。订报专线0800566688。